嗨，Hi, 大家好。呃，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关于民法总则的新制图，就是帮大家做一个导读。那大概是一堂课，差不多可能两个半小时到三小时的时间，就想要快速的帮大家导览一下，就是民法总则这个新制图要怎么利用。那还有告诉大家这个各个章节的重点。那这一次的改版就是有。 针对既有的章节一些内容有做一些增补啊，那也有另外新增两个章节，就是权力的形式，还有悬赏广告。那其实悬赏广告我们就是这一个课程啊，大概也不会讲太多，因为它本身在民众里面其实确实不算是一个重要的考点，因为它严格讲起来算是在中的，但因为它有涉及了契约说跟单独行为说。 所以其实跟民总是有一点关联啊，就当做是一个补充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一次新增的版本就把它放进去。那这一次除了新增了两个章节，然后修改既有的内容之外，我们还有在一开始有做一个这个目录的体系导览。嗯、呃，因为我们希望啊，就是这一个语音的课程啊，线上的课程，那是希望在推出的时候。 那就让同学可以直接就拿到，呃、所以说我们录制的这个当下哦，诶、欸，其实排版是还没有定稿，所以到时候可能出版社会用一些方式，就让大家比较好啊、呃、观看这个课程这样子。好了，那这个体系的导览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喔、就是呃，民法总则，当然如果有学过的话，呃，应该都知道，就重点大概就是我们这里列出来的这一些啦，就是权利主体。 先去界定说谁可以享有权利嘛，啊，谁可以负担义务？那再来是权利客体，也就是说权利存在于什么东西上面？那接着呢，就这个违章建筑的章节、哦，它算是权利客体衍生的啦，就是最主要是不动产衍生出来的问题。那在第四个章节，我们讲的是权利的概说，就是要去先做这个权利的分类啊，以及定义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呃，最重要的、哦、民法总则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权利义务的得丧变更，也就是法律行为的章节了。就民法总则学老半天，大概最常考的一定是法律行为相关的问题哦。它任何一个要件，啊、呃，任何一个效果，都都可以都可以成为一个考题。那再来呢，后面还有法律事实的分类啊，那行为能力啊、呃，标的的生效要件。 然后这个意思表示的概说到不一致、不自由，法律行为的付款，一直到法律行为的付款，它都算是法律行为里面成立要件、生效要件所衍生出来问题哦。我们等一下讲到，同学就会了解哦。那再来是代理，那代理算是呃民法总则里面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从一般我们。 在做立体上面，双方的关系多出了一个代理的关系出来哦，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三方的关系。所以三方的关系，它的法律关系相对之下就会复杂了一些。那再来是无权代理，这当然也是代理章节啊，另外一个重点哦。那最后呢是权利的存续期间，那是权利的形式啊，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稍微去带到啊。存存续期间，当然最主要就是。 如果有学过的同学，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消灭时效的问题啦。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处置期间，处置期间哦、喔，那这是形成权的，我们后面会稍微提一下。那再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入第一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呢，就是权力主体。 啊，权利主体，呃，同学到时候看到版本啊，我不确定是长怎么样了，但是原则上呢，一开始前面我们应该照着顺序讲下来，然后就是会先去讲它的定义啊，那就是得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能力啊。这个定义呢，就是同学稍微记一下哦。那它的时期、它的终期，这都是非常基本的、哦。那时期当然就是啊、呃，始于出生嘛，呃，终于死亡。 那我们这里的史期跟中期呢，同学可以稍微注记一下啊、哦。这里的史期跟中期，那我们针对的是自然人啊，自然人。那其实如果这个体系图你们看到了跟我的版本是一样的话，左边其实应该就有提到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史期跟中期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啊。那因为权利主体呢，权利主体它其实是包含了自然人跟法人嘛，自然人跟法人。 呃，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也许是大概第三页左右，第三、第四页左右，就会看到，呃，左边岔开来的这个大的分类哦，它其实就有一个是法人呐、啊，也就权利主体，<coughs> 权利主体它上位的分类就自然人跟法人，就这两种，这两种人呢，啊、呃，是可以享有法律上的权利跟负担法律上的义务这样子。